家好，我是设计师林彦君。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鹤彩设计学院，这是一个专为学生打造的一个学习环境，全方位的学习环境，可以营造出整体的空间感。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，上面展示的都是学生的作品，也包含有学生手作的 3D 模型。那我们有借由手作的 3D 模型跟实体虚拟空间的 3D 图，来演化出整个实境的一个软体的模拟空间，来导览出整个空间感。简单的来说，在这边的空间学习从一个无，然后学习丈量到绘图，到 2D 画图的施工图，进入到 3D Max 的模拟空间。我们利用电脑软体的进步，我们把整个空间的场景、材质、灯光表现、整体氛围的空间感，在一个室内设计还没有做之前，我们就可以用虚拟的方式把它呈现出完美的样子。确切的来说，我们可以借由 3D 模拟的一个空间方式，然后来缩短跟业主沟通上认知上的落差，还有可以交代出整个空间上的细节。那也利用 3D 模拟的方式，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量的缩短他累积经验的时间。以实际举例来说，就是我们有两个不同学生做出来的 3D 案例图，一个是采用比较类似中式风格，木皮比较深，利用光影算图的方式刻画出一个空间上的细节的交代，也呈现出古典中国味道的风格这样子。另外一个案例也是学生做出来的作品，同一个空间，同一个场景，但是它整个做出来的味道反而是我们有点欧式欧美乡村风的感觉。它用了不同的贴材、光影的呈现，然后来展现整体空间的氛围还有效果。同一个案例却有不同的表现，这就是学生发挥创意的地方。所以在课程的安排上，我们融入了业界上的师资，在学生课程里面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就可以到实地的工地现场去学习实际上的丈量，然后回来做放图的动作，让他整体感的参与，他能够导览整个主导设计的流程，到最后完美的呈现，缩短了学生学习的时间，辅导学生快速的进入业界，投入产业来做实际上操作的运用。